各位亲爱的线上朋友，大家好！时值国际爱与和平月，放眼世界，充满战乱纷争，极端气候加上未见缓和的疫情，都让世人充满恐惧与不安。处在现今的台湾，相对确实是安全许多，但在民主自由的表面下，却有许多冤错假案凌掠着人民，精神上的迫害让人永无宁日，不得翻身。今天的语谈人要与我们分享他们自身的例子，虽然处在自由民主的台湾，却仍遭受到法碎的迫害。第一位语谈人是小珍，因为受到违法官员的违法行政，至今还心有余悸。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主持人、各位语谈人以及线上好朋友，大家好。30多年前，左脚曾经受伤，当时年纪轻，觉得没什么，就没理他。渐渐的，一年过后，有天起来走路时，脚竟然没有知觉，一步也跨不出去，竟然要用双手合力把左脚抬起来才能动。当时吓死了，害怕会不会从此要坐轮椅一辈子，才开始积极的去治疗。当时连续敷草药，敷了8个多月，虽然慢慢能走路了，但脚也变成气象台了。之前在公园练气功，却不见改善。后来经过老板师兄的推荐，寻古里进城进师里拜太极门洪道子师父为师，成为太极门弟子。练功1个月以后，竟然不药而愈。我曾经怀疑怎么可能，可是这确确实实发生在我身上。本来只是想要练身体健康，没想到居然还可以修身养性，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改变自己，让人生从此变得更好。而且师兄姐就像家人一样，会真心关怀。太极门就是我的第二个家。可是这样的景象却在85年12月19日风云变色。当时侯宽仁检察官违法滥权，以养小鬼起诉太极门。从此我快乐甜蜜的家庭就变得不一样了。我的师父教我们良心对天理，要做对的事，因此我一直谨记在心。我们都知道做人要有良心，要善待别人，尽可能不要让人受到伤害。可是有些无良官员却一直在犯错，长期在伤害凌虐百姓。太极门冤错假案至今已经延宕25年了。早在民国96年7月13日，司法三审确认无罪、无欠税、无违反税捐稽征法，国税局仍违法开出税单，去年甚至违法拍卖我们的修行圣地，这一切都是当时检察官侯宽仁造成的。仅凭几张不实的检举黑函，就违法起诉太极门，从此以后，我就开始过着恐惧不安的日子。85年，当时我上班的公司老板跟老板娘夫妻都是太极门的师兄师姐。记得1219当天，检调单位除了搜索全国各道馆外，同时到我上班的公司来搜索，在我上班的楼层翻箱倒柜，还拍照。我们就问他发生什么事，他们就说没事。可是当时紧张的气氛，谁都知道怎么可能没事。那时离下班还有半个钟头，老板娘按对讲机告诉我们员工今天大家准时下班。后来我到1楼准备回家，就看到检调单位荷枪实弹在1楼。我问老板娘要留下来帮忙吗，她说不用，赶快回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直到晚上11点多，老板娘来电哭着说，我老公就是我的老板被带到调查局，到现在还没回家，还说白天调查局要他让员工准时下班，
好让他们方便上下楼层，来回大肆搜索好几次，也把锅碗瓢盆、衣服、柜子翻得满地乱七八糟。他还告诉我说，当天在抽屉有一张写上我名字的纸张，被调查局的人带走。他怕如果没有告诉我，万一我也被突然被带走，会措手不及。当下我虽然口头安慰他，可是自己的心里真的很害怕，心想我只是去太极门练身体健康，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会这样？后来老板开始常常被传唤出庭，每次只要老板收到法院传单，当天一早出门去台北开庭，一直到晚上开庭结束前，我都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公司的气氛也非常低迷，尤其在开庭的前一天，老板都会私下告诉我，明天要去开庭，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收押。如果开庭后我没有打电话给你，就是我被收押了。拜托你当天晚上不要回家，留在公司陪我太太和孩子四个人。那因为老板娘师姐胆子很小，那当时孩子最大的才小学一年级，我虽然一口答应老板说好，我会留下来陪老板娘师姐，请师兄放心，其实我也很为难，不知道自己如果万一一整晚都没回家，要怎么跟父母交代呢？因为父母也会担心我呀，所以我常常压力大到彻夜难眠，想说如果明晚不能回家，到底找什么借口跟父母说，才能让他们放心呢？另外，老板也曾经透露说，因为侯宽仁在调查局问案，翻脸像翻书一样，像疯子一样，常常很凶的拍桌子、摔卷宗，所以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随时被收押。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原来当时我老板每次开庭时都是面对这样的状况，可见那种心理压力有多大。后来我在公司也被同事耻笑说笨蛋傻子，被人家骗钱了还帮人家数钱，去市场买水果也被隔壁摊商纸商骂怀说有人假借宗教名义在骗钱。还有的师兄姐明明练功后身体变得很健康很好，却因为家人的不了解还有别人的指指点点，就中断了这条修行路，不敢再来太极门。老板去台北开庭的当天，公司总是低气压，老板娘心情超不好，大家都埋头苦干不敢说话。我当天也无心工作，神经很紧绷，战战兢兢的，还要装作没事，怕老板娘师姐担心难过。每次老板开庭的那一天上班都特别的痛苦难熬，而且都要等到傍晚，老板从台北打电话跟我说你可以回家了，我才会松了一口气，安下心才笑得出来。我和老板老板娘不断的重复轮回这样的煎熬，直到1996年7月13日最高等法院确认太极门三审无罪无欠税时，我本以为这样的梦魇已经结束，没想到国税局接续以万年不死的违法税单继续凌虐太极门师徒。明明是违法官员做错的事，为什么是太极门师徒在承担？号称民主自由灯塔的台湾，至今仍有法税228的白色恐怖事件存在。这个案件目前已经引发国际震惊与各国学者广泛讨论，全球有200多个国家都头条转载报道这件事，国际专家学者也纷纷呼吁台湾政府要平反太极门案件，平反更多的法税案件，真正让转型正义落实在台湾这块土地。一事关九事牛，身为国家官员做事要凭良心，知错要能改，
违法强征的土地要归还太极门，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才能对得起天理百姓。太极门师徒经历25年的法税人权迫害，人民心中的悲伤与痛苦，有谁能够赔偿我们呢？希望小英总统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严惩违法官员，让台湾变成一个真正有民主、有自由、有人权的国家。以上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一封检举信就可以大肆荷枪实弹的搜索人民居所，检察官还亲自带着媒体同行制造社会负面的话题，危言耸听，博版面之后留下来的是名誉财产受损的无辜民众。接下来这个语坛人在当年太极门事件发生时，还是个透过媒体才看到太极门的旁观者。多年之后，当他深刻地接触太极门时，透过他的亲身经历，了解了事实并非如媒体所说，但是这个原本与他无关的事件却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生活。现在让我们来听听阿柱的分享。主持人好，各位语坛人好，还有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各位大家分享我对太极门案件的看法。民国85年，当时的我忙于家庭工作，还没加入太极门，对于当年宗教扫黑新闻看了没什么想法，应该说是冷漠以对吧。唯独对电视新闻报道中一幕画面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被媒体包围，人潮挤得水泄不通，寸步难行，边走边用手拨开摄影机，这个画面一直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民国95年，我的女儿很不快乐，又情绪压抑，不想上学，因为我只生一个女儿，想要给孩子有同侪互动的团体生活与快乐的学习环境。第一次到太极门环北道馆，师兄姐个个好亲切，我感受到这里是个充满笑声与欢乐的地方，也是充满正面能量的好地方。后来陆续多次到会馆参加活动，深入了解才知道，原来太极门是个气功武术修行门派，师父教弟子学好戒坏，修改脾气。于是我和女儿就一起加入太极门练功，在这里我们共同学习成长，亲子关系也变得更紧密。我的先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就在民国97年到98年间，身体突然出现状况，开始咳嗽、气喘，检查不出原因。当时先生的身体状况很差，看过中西医，仍然没有起色，走一小段路就喘得很厉害，必须停下来休息。但是即使如此的状况，为了全家人，还是要每天清晨4点起床抱病上班，下班回家都已经是晚上了，而且半夜常因咳嗽睡不好，我觉得非常心疼。因为这个原因，我推荐先生一起来太极门练功，同时也到台大医院做核磁共振、电脑断层检查，查出是肺部微血管遭到细菌感染，原本要吃半年的抗生素，由于练功的调养，3个月后就痊愈了。每次回想到这个过程，我就很感恩师父愿意收我先生为徒，让我们家庭重现生机。民国85年12月19日，太极门案件发生时，我还是个局外人。现在我身为太极门弟子，
我深入了解太极门案件的重大问题。我简单的叙述如下：一，民国85年，侯宽仁检察官违法滥权，起诉掌门人诈欺及逃漏税。但是这些指控在民国96年7月13日经法院三审确定无诈欺、无欠税。当时遭到羁押的师徒也都得到国家冤狱赔偿，证明整个案子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莫须有假案。当初配合侯宽仁造假的税务官史月生，在往生前接受媒体访问证实，太极门案是由侯宽仁一手主导。侯宽仁离谱的起诉书与荒谬的行径，更被司法官训练所列为负面教材。二，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想了解，为何太极门案件已经三审确定无罪无欠税，应该早就结束了，为什么到现在25年了还没结束呢？因为太极门的税案是因刑事而来，照理来说刑事无罪，税案也应该结案呢。但是国税局无视司法判决的结果。当时中区国税局苗栗分局局长陈和发最离谱的一句话就是，法院说的不算，如此践踏司法，也践踏台湾法治，更践踏宪法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权。那台湾的司法到底是谁说的才算数呢？三，109年8月21日，由国税局与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联手违法强行拍卖太极门修行预定地，依据强制执行法第53条第四项，礼拜所用之物不得查封。因为太极门道馆与修行预定地是师徒平时修习练功的场所，就如同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一样，是平时教徒礼拜的场所，所以依法不能查封，这是法律对文化权的保障。因为没有这些场地，人民的信仰自由、文化等基本人权就会被迫终止。这些违法官员侵害人民信仰自由的行径，真令人难以置信。太极门案被专家学者称为法税的228，法税的照妖镜，是法税弊端之集大成案，也被监察院列为重大人权保障案例。小英总统上任时曾大声疾呼说要落实转型正义，又曾如前立委许天才所言，太极门假案就是新政府转型正义的第一步。我在此呼吁政府严惩所有违法官员，撤销违法税单，归还太极门苗栗土地，因为台湾需要更好、更完善的法税制度，也需要有良心的政府官员站出来为百姓造福，伸张正义，才能缔造平安、幸福、快乐的社会与国家。谢谢大家。民主自由的台湾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希望，相比于对岸，无论是信仰、财产，似乎有更多的自由。但接下来这位语谈者张荣先生，身在对岸，却在台湾落地生根。他在台湾看到政府错而不认，硬要、强要，竟然将一个乌龙案件缠讼25年，觉得不可思议。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主持人好，各位语谈来宾大家好。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拥有一个很幸福的人生。33年前，我小学6年级就从对岸大陆来到台湾依亲，接着就很顺利的一路升学、当兵、工作、娶妻、生子，工作顺利，家庭美满，是别人眼中十足的幸运儿。我自己也这么觉得，很难想象
如果我继续待在大陆的话，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到底是台湾的自由、法治、民主的社会氛围造就了我，还是我本来就适合这样的生活环境呢？我想不一定会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我以有机会身为台湾人为幸为荣。然而，这毕竟是别人从外表看到的表象。其实，僵直性脊椎炎是我从20岁以来就一直困扰着我的疾病。每天早上被身体的疼痛叫醒，而被迫早起的痛苦，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尤其开始工作之后，除了早上会严重的腰酸、背痛、僵硬之外，白天不舒服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而西医只会让我吃肌肉松弛剂，外加建议我游泳舒缓筋骨而已，始终无法根治我的疾病。因为就西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免疫系统失调的疾病，西医是无法控制免疫系统的，更加不能够用药物废掉整个免疫系统。简单来讲，就是一种无药可医的状态。直到民国98年，我在朋友的推荐之下进来太极门练气功，竟然神奇的治愈了困扰我10多年的僵直性脊椎炎。就是这么的神奇，我的人生中的缺陷似乎又被太极门弥补了。但是带给我及我的家族幸福美满的太极门，却屡屡遭受一些无良公务人员不断的蹂躏。他们利用国家体制的漏洞，一直违法迫害一个这么好的团体。太极门带给台湾社会甚至全世界很多正面的能量，却在我一直认为很有法治民主素养的台湾遭受到如此的迫害。这冲击了我的三观，让我不得不开始怀疑台湾到底是法治社会还是人治社会。如果是后者，那么跟对岸的中国大陆现行的体制又有什么区别呢？接下来请容许我花一点时间来诉说一下太极门遭受违法税务官员纠缠25年的故事。民国85年12月19日，侯宽仁检察官单凭一封检举信，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之下，就搜索了全台湾的太极门道馆，接着就开始一连串的整肃操作模式，包括以押逼供，以刑事起诉太极门养小鬼，屋子弟子呈给师父的进士礼金为诈欺所得，同时呢，又要求国税局认定这些进士礼金呢为补习费，直接开单课税等等。这些违法滥权的行为，最后被监察院纠正有8大违失，要求法务部呢严惩侯宽仁检察官，但是呢，却被法务部的官员官官相护，以拖代辩，最后不了了之。而刑事案件呢，在民国96年也被法院3审判定无罪、无欠税，然而国税局却不肯罢手，抓着自始至终就不存在的税单不放，还联合法务部执行署强行拍卖太极门的财产，最后拍卖不成，还收归国有。我们常常在新闻媒体上看到，对岸的中国大陆时常用一些行政的手段来欺压老百姓，而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包含台湾在内，都是用嘲讽的角度去陈述这些事件。那你拿来对照太极门这个事件的话，
常常让我觉得有种身在对岸的感觉，你说是吗？有人说，人生就是因为不够完美，才有机会活得多彩多姿。从民国99年开始到现在，我一直跟着太极门师父的脚步，在国内举办法税论坛，提倡赋税人权的观念。我们不断地跟地方或中央的民意代表互动澄清，希望台湾的政府部门可以在太极门这个事件上学到教训，进而改善人民的租税权利。师父也带着我们弟子远渡重洋，到世界五大洲上百个国家去弘扬良心时代运动，也与许多国家一起合作。2019年成功推动联合国将4月5号定为国际良心日，希望全世界都能够在爱与和平的健康环境下永续的生存发展。我期待像太极门这么好的团体能够早日挥别25年的法税迫害，这一天如果早一天来到，我就早一天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不带缺陷的完美幸福人生。以上分享，谢谢大家。太极门因检察官藐视司法，罗织罪名，非法搜索，违反侦查不公开而蒙受重大损失，但侯宽仁检察官轻信无证检举信，哗众取宠的办案手法，至今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处。台湾自诩为民主国家，但万万想不到，在民主自由的外表下，我们的法治却未能跟上脚步。不但观念停留在数十年前，税法甚至还在沿用数百年前的解释函令。人民与政府在法税上不对等的沟通，必定会引起很多的冤错假案。我们期待真正的民主与自由法治，让这个国家长治久安。今天非常感谢所有语坛人的参与，一起为爱与和平加油。现在我们邀请语坛人大家一起来合照，请举起你的右手。我们今天的口号是法税增改革，全民一起来。1、2、3，法税增改革，全民一起来。请放下。谢谢各位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